各位小金粉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。卡林福多，卡林福多，这台很久，但是它是现在才在卖的，所以这个页面你们绝对没看过啊！这个页面绝对是新的，车子是旧的，网页是新的。福多是卡林为核心族群准备的礼物，这个族群呢，人是需要，无非是轻量的底盘、后轮的驱动和危险。平弱的抓地力，好尽情享受危险带来的乐趣哦，非常的简约啊。反倒是一些新的载具，他们的这些网页呢的这些叙述都非常的浮夸，这个叙述就感觉很普通。这当然是要选白色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改我们的小86，小86，这一台。小可爱，这台可爱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内装，说真的，我好像也没什么看过它的内装啊。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方向好像写了一个 K， 它是 K 牌的汽车。然后时速表出奇的少，没有，它有分那个英里跟公里的时速表。哦，它双七的，双七表。然后转速最高好像到7000而已，这转速不高啊。然后，它这个龙布还写着一个英文哦 ，FUTO GT， 哦，福多啦，福多 GT 啦，卡林福多，哦，非常古老的这个车子啊，这个安全带看起来蛮旧的啊，来，有人在按门铃，好，进来。邀请前来车库，来进来。来了，我们要开始我们这一台，叫它什么 ？A186 吗？我们要叫它什么？我们现在帮它想好一个侦测名字。其实这台也不像 A186 啊 ，A185 吧，叫它 A185 是不是 ？A187。好，我们叫 A185 啊。好，我们来大改一下我们的 A185， 防御升级 100%， 刹车赛车级刹车，然后说保险杆、前保杆、复古套件啊，看起来有点台耶，这个是什么拉力用 ？A185 变成拉力车了，客制定风翼，哇，这不是很好看耶，这两个我都觉得不是很好看耶，这个有够台的啦。二就是加一个下巴，但是还中规中矩，有没有？比较有那种头文字 D 的 feel， 这个就拉力车对。然后还有一个复古的套件，它就是你们的爆规，你们的宽体。好，我们改二比较好看啊，后保杆哦，也是后面加一个下巴，然后甩尾型保险杆，就是比较大包一点啊，大包一点的吼，然后再加一个钩子，这有钩子跟没钩子是差不多啦，然后加一个钩子，感觉像厂车啦，好，就是总是要给人家脱掉一下嘛，对不对？甩尾型保险杆和钩子，和他的钩子一个，钩子要价500块啊！引擎改要全满哦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排气管暴走族排气管，一定要这样子吗？一定要每次都这样子吗？一定要弄这么暴走的？还是我们要这种赛车的？赛车就是这种钛金的，有没有？这个也是叫钛金，短钛金赛车的就比较长一点的，跟我一样哦，30公分不加头，就是这种。长度啦，我的是没有到100公分这么长啦，好不好？但是有30公分啦，我觉得30公分不加头比较好啦，这个有点太高调了啦，对不对？整天在十点的哦，不要这么翘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偶尔休息一下，这个翘度就好了，就这个啦，三号啦，不要那么抬啦。黑色水箱，然后哪里车头是不是？这只是福多的字样不见了而已啊！移除水箱护罩，哇，这好丑哦！这可不可以保持原厂就好啦？原厂还至少多了一个福多 GT 的字样，对不对？保持原厂，引擎盖碳纤维，通风式的碳纤维，这两个可以哦。这主要就是来一个二选一啊！怎么有一个幽灵站在中间啊？所以是多少？3号是不是？好，3号给你喇叭，好啦，改一下好了。来
来个货车喇叭，很适合它。车灯还要来一个大灯哦，改一下改一下。这个车底灯嘛，我现在知道它要车底灯了，你就讲个霓虹灯我就知道了好吗？车底灯害我以为是新东西啊，正面、背面及侧面。哦，又改到了哦。然后什么什么涂装哦，涂装很重要。这个试营货书就看这个啦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藤原豆腐店的那个涂装啊。哎呦，这个生锈啊，生锈了。哦呼呼，这个锈到一个极限，还贴胶带，是哪一招啦？五号涂装，哎呦，是一个拉力的。哦，哎，这个也蛮好看的啊。传奇48，哎呦，这个也蛮好看的啊。它的那个碳纤盖上面都可以有涂装的，哎，这个是88号，也不错看。哎呦，这有像日本痛车哎。然后这个是什么车库甩尾？哇，你们最喜欢的哦哦，你们的经验值一直增加，经验值一直在增加。这画面看起来要停个10分钟啊！哦哦吼吼。哦，没穿衣服啊，对不对？是我就这种为人正直，我就选这一种的啊。喷漆，喷漆应该主要就是白色，白色。哎，改别的颜色还可以出现那个字样，哎，对不对？它天花板有东西耶，有白色的条纹啊。好啦，我觉得我决定要白色了，白色感觉还是最搭啊。这种86型的车子就是改这种颜色就对了。防滑标记在哪里呢？哇，压图案了，不能加不能加。防滚架哦，防滚笼，好，给它升下去就是你的。车顶也要加一个车顶的老流板，这样看起来才帅气啊。好，给你帅气一下。车裙，客制化车裙可以增加那个涂装的那个感觉。甩尾型的尾翼 ，OK。竞速级，这个一定要改到竞速级悬吊系统啦。变速箱，赛车级变速箱，该好该慢，改到爆炸。涡轮调节，哦，涡轮改下去就快了吼。车轮该不会又是传说中的只剩这一款可以改的样子吼？离开至地面出口。哎，这我来到山路了，而且刚好是雨天呢，我们来飙飙看吧。这时候应该要放个头文字 D 的音乐，对不对？但是头文字 D 的音乐有版权，我不能放。甩尾，哦哟，太帅太帅了！这个如果用甩尾模组来飙，应该是很爽。哇塞，哇，而且雨天很甩耶，可以不要自动变成甩尾模组了吗？哦哟，超帅！吼吼吼！哎呦，哎，真是甩到一个不行哎！冲喽！哎呦，哎，真的，这个是甩尾，这也是要练一下的、啊。哎呦哎呦哎呦呼呼，雨天太滑了啦。来看一下90度弯。哦呦哦呦，甩过头啦。雨天不太能甩啊。嗯。好，走。甩这边，再甩我们的这个 A1 什么 A187 A185 A185 阿素的车子。哎呦，甩到跟人家对撞了。练习甩尾有没有？啊，又过头又过头。
也、欸、要抓恰到好处，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啊。这个甩尾车，嗯，甩尾，甩尾，哎呦，我发现好像不用拉手刹车就够甩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再来什么车？甩尾车啊！你看从甩到尾有没有？超甩的有没有？甩尾，哎呦，这只漂移的漂亮，还可以啊！来，我们大家来猜一下这一台车它可以跑几秒？嗯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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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, 2, 1, go！ 来喽，哎、欸，感觉很快耶、欸，我觉得比25秒还要快哦、喔，我觉得比25秒还要快哦、喔。哎呦！没有诶、欸、好像很慢。错觉 ,25.9, 比灭世暴徒还要慢 0.1 秒啊。